感谢主，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来请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感谢你。主啊，我们说我们要在你这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来听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把我们的赞美祭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情，主啊，敞开着，主啊，也放在你的脚前。主啊，除去一切的重担，主啊，除去一切的羞耻，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再一次的重新得力。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再一次的来恢复我们心里面，主啊，与你的关系，我们里面那圣灵的喜乐再一次的恢复在我们里面。哦，圣灵，我们欢迎你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当中，主，我们欢迎你来，主，我们欢迎你加添你的同在，主，我们欢迎你更多更多，主啊，更多更多的充满在这里，主啊，我们的心里面迫切需要你，主啊，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迫切的，主啊，希望更多的，主啊，更多的，更深入的来明白你，主啊，求你这时候就来到我们当中，主啊，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渴慕与人同住，主啊，你渴望来亲近我们，主啊，谢谢你，主。主啊，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来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来对我们说话。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吧，我们开始之前呢，请你跟旁边的人说：“耶稣爱你，我爱你。”然后网上的这个直播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在旁边哈写一下简讯说耶稣爱你，我爱你。然后再来一句说今天跟你一起在这里敬拜真好。然后你们戴着口罩看不到笑容，给他一个眯眯眼睛，表示我很开心看到你。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段经文哈，好，我们一起来先念这段经文，来，请在约翰福音七章好37-39节，来，请。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我想问你们一下哈，这个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你一想到一个节期，一个 holiday， 一个 tradition， 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圣诞节，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感恩节。很可惜现在感恩节已经渐渐的被这个 Black Friday 慢慢的取代了，是不是 Black Friday？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趋势，整个美国哈，他们一起哈，大家都会这个感恩节也好，圣诞节也好，大家就会想要一起的回家，回到家里了，然后呢就跟家人一起的团聚。好，这是在美国。那在马来西亚呢，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在马来西亚的我们的这个节期是什么呢？好，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哈，我们那的华人最大的节气，孩子们最喜欢的节气是农历新年，因为我们还会放灯泡，我们家里呢还会挂春联，做很多事情。然后，我后来去台湾是发现台湾好像没有这样子的在庆祝了。反而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华人还是非常的期待农历新年，而且还有初一、初二、初三，然后哪一天要去拜访谁，然后要去谁的家，那到了初几才可以去朋友家玩，然后每个家里面都很多的糖果，所以那个孩子呢，虽然离乡背景，我们的上几代，然后离开了原本的家乡，去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马来西亚，然后呢可是还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tradition， 他们的传统。所以我们这我应该是第三代了，第三代的这个马来西亚华侨，我还是印象很深刻。我们就是华人，然后我们就是华人，怎么说我们就是华人，我们从来不会说我们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们就会，这个农历新年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气。然后还有，当然还有什么端午节啊，这个还有这个中秋节啊，我们从小到大都会记得。所以其实课本上就算没有说农历新年，课本上就算没有说中秋节，就算没有说端午节，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这就是我们的一部分。你知道
道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之后，在旷野这四十年，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把这些节期给他们。这个节期是全家一起庆祝的，然后这个节期是全国一起庆祝的。所以在这样子每年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全家一起的在庆祝这些节期的时候，过这些节期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就会从小就印象非常深刻啊，为什么会有这个逾越节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祝棚节，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而已，这是全家上下跟神的关系。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时候，他们是全家都是犹太人，全家信奉的都是万军之耶和华，这样的一个背景长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他是最好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教师，他知道那个 strategies 怎么让孩子跟父母一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每年都要来庆祝这些节期。以色列他们有七大节期，其中有三个他们必须要都上耶路撒冷去庆祝。那这三个节期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住在以色列以外，我们散布在其他地方的，哎呀，每年到这个时候就很开心的，而且他们上去不是愁眉苦脸的，他们不是搭坐飞机哦，他们是那个时候是一起结伴这个亲朋好友家人这个那个，你跟你的爸爸妈妈不是只有一家五口，一家几十口，因为还有你的邻居，所以大家就是浩浩荡荡的很开心的一起上耶路撒冷去。这孩子从小就问我们为什么要上去耶路撒冷啊？原来是有这个原因啊，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做了什么，神给了我们什么，所以这就是一种教导，孩子从小就跟父母一起来学习。然后我们再换一下角色，如果我们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每年到了这三个节期，怎么这么多外面来的人都来了，浩浩荡荡的来了，以前认识的朋友从哪一个乡下又过来了，就是这样子，你会感觉上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宗教，这不只是我全家的宗教，这是我全国整个以色列族民的神，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你知道在七月，不是我们的七月，是以色列人的七月，就是我们刚刚过了上个礼拜，以色列人他们刚刚结束了一个节期，叫什么节期？祝棚节。你知道他七个节期里面三个节期是在七月，七月一号是他们的吹角节也是他们的新年，然后七月十号是他们的赎罪日赎罪日对他们来说，这七个节期赎罪日是最低的这 the lowest point， 因为呢是要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一起的悔改，全家的一起悔改，全国的一起在神面前悔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是一个非常沉重。在十号那一天赎罪日，然后过了五天，十五号就来一个祝棚节。祝棚节是七个节期里面的最高点，从一个最低点洁净了所有的罪，承认了所有的罪，然后还进来一个最高点祝棚节。这祝棚节是一连是七日加上最后一天第八天是这个守安息。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节期里面，我们想说我们为什么要来看这个节期？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就来看我们为什么要来看这个节期，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PPT。我有请我们的这个非常优秀的PPT 同工，有看到照片吗？那个祝棚节的照片，让大家看一下。嗨，这个我们来看，待会看一下这个祝棚节的含义哈。下一张。好，你看一下这个祝棚节呢，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那个希罗亚池子。好，在祝棚节里面非常特别的就是呢，他们会拿着一个金的这个瓶子去到这个希罗亚的那个池子里面呢，Pool of Siloam， 然后去把那个水拿起来，然后再装在瓶子里面，然后去到这个祭坛上面呢，然后呢就会把它倒在那里。然后我们看下一张是不是还有。然后这是祝棚节他们还会做的，就是拿着那个棕树枝，然后他们会诵读神的话。再下一张。这个是比较现代的，现代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会做那个棚子然后那个棚子呢就是搭起来，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水果啊、树叶啊这些在上面。这还有下一张吗？好像就是这样，对不对？
好，好像就是这样的。好，其实呢，我在脸书上哈，我很多朋友服侍的时候，去到不同地方认识了很多人。哎，其实他们都有在庆祝，他们在庆祝的时候，就好像当时候，神给以色列人这个节气一样，他们是全家一起。孩子们就问啊，为什么我们要搭帐篷？而且这个帐篷搭在房子里面，因为外面没有位置，搭在房子里面，搭在教会里面这个帐篷。哎，他们就告诉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呢，圣经里面哈，神教导以色列人，大伙我们来看跟我们外邦人有什么关系、哦、教导以色列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祝棚节的节气，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三章。好，利未记二十三章、哦、我们来看三十五节。三十五节这里呢说第一日，好，记得它是七日，然后还有第八日。七日里面他说第一日要有盛会，就是要 get together， 然后呢就是什么劳力的工都不能做。三十六节说在七日内呢都要献火祭给神，然后第八日要守圣会，就是一个聚会这样子，然后再把火祭献给神。然后呢这里也再次强调什么工都不能做。然后我们跳到三十九节，三十九这里我们看到祝棚节的话，它其实有两方面的这个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三十九节，所以说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期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所以的那个时候呢，他们会纪念，因为是这个是 fall 的这个时候，这个秋天是已经收割了，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收割，所以祝棚节其中一个意义是要来感恩，哎，神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丰收，或者是丰收的一年，来献上感恩。所以在他们的祝棚节的这个这个棚子那边有很多水果呀、啊，他们的这个土产啊，都带来这里来感谢神。我觉得这个对整个家庭来说，哎，一起的把神这一年给我们的，哎，虽然我们的是这个现金哈，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可以看得到的，是可以摸得到的这些土产啊，来感谢神，和全家一起献上神。这位孩子从小到大，他们就会知道哦，原来我们家所有的这些供应都是从谁来的，都是从神来的，神供应给我们。然后我们来看四十节，四十节这里说到呢，第一日你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还有棕树上的枝子，还有茂密树的枝条，还有河边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做什么？欢乐七日。跟你旁边的人说要欢乐。Hey， 所以呢我们的神哈、哦，他不是只要我们苦苦的工作，其实我们的神要我们欢喜，要我们快乐，要我们全家一起，全国上下一起的欢喜快乐。所以在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欢喜快乐。阿们。好，来接下来往四十一节看。四十一节呢，这里说到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四十二节说你们要住在棚子里几天？七天。因为什么收割就收割吗？为什么还要住在棚子里面呢？我们看四十三节，四十三这里说好叫你们，我们一起来念四十三节好不好？来请。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Amen。 所以这个祝棚节对他们来说，第一个是感谢神给我 这个夏天的这个收割，有这么多的丰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要纪念当初四十年在埃及出埃及的时候都是住在棚子里面。那这个住在棚子里面的意义就很多了，在旷野里面住在棚子，他随时听到吹号的声音，随时看见神的云柱火柱起来了往前行的时候，所有的人在棚子里面都要怎么样？哎呀，东西拆呀拆呀拆呀，然后就跟着走了。然后那个云柱火柱什么时候停下来了？哇，他们又开始把它搭起来。哎，这样子的日子过了四十年，这个当中在旷野里面有没有自来水？没有。有没有冰箱？没有。日子怎么过的？神的供应，有玛纳，而且还有水。好，神在旷野里面给他们水，所以整个祝棚节里面，这个棚子让他们会想到的神供应玛纳，让他们想到的神在旷野里面供应他们这个水。好，所以呢，今天我们会看耶稣在这个祝棚节的最大的那一天，在这个节期的末日，就是第八日。耶稣就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好，在这个祝棚节，你想一下，把我们自己放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耶稣的那个时候，他浩浩荡荡的从各家各乡一起上到耶路撒冷来，到处都搭了棚子，哇，他很开心的这边献祭，这边欢呼，这边喜乐欢庆的时候，哇，然后到了第八天，突然间耶稣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在七日里面，在这个他们的传统里面，他们要去拿那个水，记不记得拿那个水倒在祭坛里面、哦、然后呢，其实他们还有一个意义，他们在期待着那一日神的这个活水江河从他的宝座流到这里来，所以他们里面有一个往过去看，然后有一个是往前面看，神什么时候再把这个神宝座流出来的活水淋到我们。这个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了解祝棚节，如果明年或后年什么时候我们也来庆祝一下这个祝棚节，搭一下这个棚子，放一下这些水果跟棕树枝，好，带着孩子一起来，让孩子们也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为什么会有祝棚节，因为在旷野里面神供应他们，神帮助他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耶稣就站在那里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到第八日，你想一下，耶稣他讲的话，他不是突然间想说，哦，我是光，所以你们要来就近我，而不是无端端的就说我是光，我是活水。他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守的这个节期，他们在看见过去他们所做的事，看见将来他们期待的，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个水，他们所等候的活水，他们所期待这个活水在哪里？在耶稣那里，在耶稣那里。Amen。 跟你旁边的人说，活水在耶稣那里。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说这个人若渴了。好，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好，来，我们一起来念，来，请，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Amen。 Amen。 hey， 我们有没有人试过口渴的滋味的，举手一下。常常家里没水吧，因为忙到没时间喝水，对不对？那口渴的滋味哈，你知道吗？其实当那个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候说人若渴了，一个当然他们第七，他们一到七天都有去拿水，到第八天他们就不拿了，他们就不去拿水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说我换作祷告了，应该是带进迦南地里面，神要供应给我们水了，所以就在第八日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知道耶稣还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在这个第八日之前，在耶稣上耶路撒冷的这一次的祝棚节，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的 tension 已经很大了，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些犹太人他们已经知道耶稣这个人已经非常的轰轰烈烈，很多人听说了他，有人说啊，这是好人，有人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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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他是迷惑人的，然后有人想要杀他，然后法利赛人和这个祭司长就差派这个差役去做什么？去抓拿耶稣。然后众人呢又大家都在私下的议论纷纷，耶稣是谁？是好人是坏人？不行，是从加利利来的，可是基督来的时候哪有是从加利利的？加利利有先知来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人接纳耶稣，有人不接纳耶稣的时候，在第八日的时候，耶稣说人若渴了，耶稣看见的不是人对他的抵挡，耶稣看见的是人内心的饥渴。那些人为什么会在想啊，你是好人啊，你不是，你是迷惑人，为什么这人会一直为耶稣议论纷纷呢？因为人心里渴了。我们虽然这个肉体上的口渴，喝水可以止渴，可是我们心灵里面有一种饥渴是喝水止不渴的，没有办法止渴。这个心灵的饥渴就是耶稣这里说的。你知道耶稣也曾经对这个打水的撒玛利亚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说，约翰福音四章，我们有这段经文吗？约翰福音第四章还没有。好，念给你们听。耶稣对那个打水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怎么样，永远不渴，然后呢，我所赐的水要怎么样，在他里面成为
全人直涌到永生。哎，你有没有看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那句话，跟这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家来这里来喝的有点像，因为这也说在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撒玛利亚妇人说，这个活水我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全人直涌到永生。 Amen。所以从喝从领受到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泉源，成为一个活水江河。他跟你旁边的人说，你里面要成为泉源。所以耶稣在这一天指出来说，你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就是你们所等待的，我就是你们所期待的，我就是那活水，你们可以来喝。你们渴了吗？世上的东西不能满足你们吗？你们的工作不能满足你们吗？你们的婚姻不能满足你们呢？你们的家人不能满足你们吗？你们的梦想就算达到了不能满足你们吗？神若渴了可以到哪里？到耶稣那里来喝。这是耶稣给他们的一个邀请，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喝。这是人心里面最深的一个干渴，也只有在灵里面能够被耶稣来满足。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渴了吗？然后你再跟他说，耶稣可以满足你。你知道这段话哦，你有没有感受到耶稣的那个迫切？有没有？人若渴了，耶稣没有说，没有刚才讲很多的大道理，直接的说人若渴了。好，他们议论纷纷，可是耶稣说人若渴了，人若渴了。今天神是不是还是同样在问我们，你渴吗？你渴吗？哎，你想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是不是还会渴？灵里面还是有时候还会干渴，对不对？你渴了吗？今天耶稣也在问你渴了吗？因为耶稣的心里在乎你，耶稣的心里他非常的渴望来满足你，因为他就是那活水的江河。他看到你的饥渴，即便你外面再风光，即便你外面做的再多的服事，即便你再有再高的这个成就，再好的地位，耶稣说你渴了吗？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看见人的需要，不但只是在对撒玛利亚妇人，不但只是在这个祝棚节这一天说，耶稣也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22:17，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请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Amen。 以赛亚书44:3，我们也一起来念好吗？来，请。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所以圣经从头到尾都看见人心里面的饥渴，都不断的在给出一个邀请，来喝。在耶稣这里有活水的江河。我们来看下一个重点，在38，约翰福音7:38，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请。好，我们再念一次，来，请。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Amen。所以你看哦，这个我们先来到耶稣这里，我们喝了它，然后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腹中呢，虽然是 belly 哈，是你这个腹中，可是它的意思是指你的心灵最深处，是你的心灵最深处，可以碰碰一下你的肚子，在我的心灵最深处要怎么样？流出活水的江河。你没有看见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来喝他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会到一个地步，我们会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活水的江河指的是什么？是指圣灵，圣灵的活水江河。你不要想说，哎呀，哪一天我这个肚子越来越大，然后很多水流出来，太恐怖了。哦，不是这个按字义解释哈。这里耶稣他那个圣经里面有讲到是指到圣灵。你想一下哈，这个讲到这个祝棚节，回到这个祝棚节，有没有？祝棚节过去，将来，好，住在棚子里面。你知道耶稣道成肉身住在哪里？住在我们当中。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谁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耶稣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变成了什么？
我们变成了神的殿，我们成为了神的居所。如果我们这个人来顺服神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了什么宝座？神的宝座，有没有？所以拍拍你自己说，我是神的殿，我是神的居所，希望我是里面有神的宝座。阿们，希望里面有神的宝座。因为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话，神的宝座就没有设立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必须要顺服神，神的宝座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当这个祝棚节不只是讲到水，讲到神道成的 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好，我们之前住在棚子里，现在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喝了，我们就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Amen。 好，我们来看哦，圣经里面有三处讲到这个江河，很特别的江河。第一个是在最圣经的最前面，然后第二个我们看的是在圣经的最后面，然后我们再看的第三个是在圣经的中间。而这三个河都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里面的这个活水的江河。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的是伊甸园里面流出来的活水，在创世纪二章十节到第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来请。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院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好，就到这里就好了。第一道是什么名字？序啊，训。好，训，中文不好。好，我们看十三节，第二道是什么？积训。然后第三道是什么？底格里斯 Tigris 好像是。然后第四道是什么？幼发拉底河或者是伯拉河。好，这个从伊甸园里面流出来的河，然后分成了四道。好，你如果你去看的话呢，第一道比逊在那里有金子，而且是好的金子，还有珍珠，还有红玛瑙。哇，好，这四个四道河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好，如果你没有上那个释经学，你就知道名字是有意思的。跟你旁边的人说，名字是有意思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意思。当我们看这意思的时候，记得把它带回这个祝棚节这一天。耶稣说，你信的人在他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从这四个名字的意思里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神在我们里面要在我们腹中流出来的活水江河是什么样子的。好，第一个这个比逊，好，它其实它的意思是那个水倾倒出来是满意的，这里指的是神的丰盛。好，神是一个丰盛的神，所以地道河讲的是他的丰盛是满意出来的。你知道这里讲的是什么吗？让我们得着神的丰盛。哎，刚刚我们刚才那个会前祷告的时候，好，从神的丰盛里面让我们得着神的丰盛。所以神的心意是要赐给我们丰盛。所以这个丰盛呢，像我们里面流出的活水江河，它不是只有一丁点的，它是丰盛的。好，跟你旁边的人说，丰盛。好，从丰盛，从满意，所以我们有丰盛，有满意的恩典，有丰盛，有满意的祝福，有丰盛，有满意的恩宠在我里面。因为神要我们经历他的丰盛。当我们不只是来喝口渴了，来到神的面前来喝，不但只是喝，我们里面可以丰盛满意到一个地步，我们流出活水的江河，好不好？哎，这个真的是很好呀。我们来看第二道河哈，第二道河的名字叫积逊。好，积逊的意思呢是喷涌，喷涌出来。你看，第一个是满意，是丰盛满意；第二个是喷涌出来。第一个，我们来经历神的丰盛，觉得哇，好的不得了，神啊，你的丰盛太好了，没有停在那里。我不单只是自己来经历，而且我们还要来这个喷涌出来，我们要带下影响力。这个在我们里面，不只是来到神的面前喝了。他的活水，我们里面可以有活水江河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可以影响周围的人。 Amen。 好，来做这个动作，从我里面有活水江河流出来。你跟旁边说，我要影响你。
Amen。 所以你看哦，这个在里面它是一个流动出来，可以去影响，这是神的心意。它不是只要我们每天在那边自己喝啊喝啊，主啊我爱你，你爱我，我爱你，我爱你，你爱我，这边读圣经就好了。没有的，没有的。当我们每天在那边读圣经，你爱我，我爱你之后，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我的丈夫我爱你，你太可爱了啊，我的妻子你今天怎么这么好，煮这么好吃的东西给我吃，然后对你的孩子充满了温柔。为什么？因为里面的这个丰盛，你经历了，你喝了从神那里来的活水，你里面被更新了，你里面丰盛了，你里面满意了，你说出来的话，你做出来的事情，你可以来影响你周围的人。这个活水是可以影响周围的人的。我们待会会来看这个，凡活水所到之处都带下生命。所以在我们里面有喝神的活水，里面喷涌出来的活水会让凡所到之处都带下生命。 Amen Amen。 你们渴望这样的生命吗？渴望这样的生命。当你孩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哇，他们就好像这个生命和周围的这个生命树结出了果子来一样，因为从你这里来得着的滋润。 Amen。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我们再看第三个，不但只是我自己满意，然后不但只是我自己来经历，我还可以喷涌出来，可以影响。第三个，哦，这里讲的这个字迪格里斯，哦，它的意思是，哦，这个飞奔很快速，而且呢，它的那个图像是一个箭，它是射出来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快速，所以它这是一个动作。它不是一个箭挂在那里好漂亮啊，没有，它是正在飞奔的一个箭。第三道河的意思是飞得很快，那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它不是死水，它不是只有自己那边死在里面闷在里面，它是一个有动作的，它是一个有 movement 的，是一个很快速的。换句话说，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涌流出来的江河，它是有一个 movement。 所以当你有 movement 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 target， 所以你是一个向着标杆直跑。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要做什么？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不断的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不断的喝啊喝啊喝啊的时候，我们里面喷涌出来的活水江河，不但只是自己经历丰盛，不但只可以影响人，我们可以带着目标，带着标杆往前跑。这个是神给我们活水江河流出来的，从这个创世纪里面的这四道河的其中一个名字就是这样，快速的，而且瞄得很准的，不是停歇在那里，是不断的往前行。 Amen。 哇，这是神要我们来经历的，不但只是这样子。第四个，第四道河，我们来看优发拉底河或伯拉河，它的意思呢是指甘甜，或者是结实累累 fruitful。 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生命，我要重复，来到耶稣这里，我们喝啊喝啊喝啊，你爱我，我爱你，然后里面越来越多经历好多神的丰盛，然后我就会怎么样满溢出来，我就会burst out， 我就会喷涌出来，会影响周围的人，然后我会有一个标杆，我会向着标杆，我会直跑，我不会停留在过去，我会不断的往前奔跑，然后到一个地步我会结实累累。 Amen。 我会结实累累，结出来的果子我自己可以享受，结出来的果子周围的人可以享受，还有结出来的果子还有谁可以享受？神可以享受。 Amen。 所以你看我们里面出来的，如果我们是让世界的电视剧，我们是让世界的这个心思意念，世界的 system 来影响我们每天来吃喝这世界给我们的，我们里面出来的会是世界的垃圾，同样的会影响人，会带出来的可能结出的果实是苦毒的果实，是一个不饶恕的这个果实，是一个仇恨的果实。可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Now what comes in is what comes out。 我在神的面前吃喝神的时候，一直吃喝神的时候，我里面出来的就是神，圣灵在我里面。因为这四道河的意思让我们看见，神要我们里面流出的活水江河是带下这么浩大的一个能力。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刚才讲的最前面最前面的哈，这个创世纪里面的河，我们来看最后面最后面的，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哎呀，这段经文实在太美了，我们一起来看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好，来请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有这河，在这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Amen。 这里启示录里面约翰看到的这个河，生命的河是从哪里流出来的？神的宝座。好，创世纪那个是从伊甸园流出来的，这里看到的是从神的宝座，也是从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你有没有看见它也是一个 movement？ 河它不是停在那里，它是有一个 movement， 它从那个宝座流出来，然后呢在这个河的左边右边有什么？生命树。然后这个生命树每个月都结果子，它的叶子可以做什么？医治万民。我把那个图像再放回来约翰福音七章这里。哇，我来耶稣这里，我来喝它，喝它，不断的喝它，我里面很丰盛，然后我里面满意到一个地步，流出来活水江河，周围会带下生命。 Amen。 好，你带下生命，会带下医治，可以结出果子来。哇，你喜不喜欢跟这样的人住在一起？哇，喜欢，对不对？他的生命就像这个果子果实一样，让你可以去享用他生命结出来的果实。然后呢，在启示录七章，我不知道那个 PowerPoint 有没有，耶稣他有说哈，他在七章十七节他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对，七章十七，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哪里？生命水的泉源。好，这是羔羊他会带我们到这个生命水的泉源。启示录二十一章六节，好，这里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来请。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中，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Amen。 Amen。 有谁渴望喝这个生命水的泉，生命泉的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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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要怎么来喝呢？来到耶稣面前哦，你不用去开自来水哈，这个是灵里面的饥渴哈，神他会用他自己来供应给你。所以你看哈，我们的这个里面为什么他会，其他地方都说从伊甸园流出来的，然后创始的启示录说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为什么耶稣要说从我们腹中流出来呢？因为我们里面成为了神的居所。 Amen。成为了神的殿，因为当我们顺服神，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里面有神的宝座，所以从里面要流出来的是活水的江河。还有一个，不管不是只有前面的，后面的，还有中间的。好，在以西结的意象里面，哇，以西结的这个意象实在不得了了，他的这个看到的这个细节太多了。我们一起来看哈，来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一节，这里看见从殿的门槛下。有水流出来，有没有？有水流出来。好，有一个解经书，他说这里讲到的这个从殿这个门槛下流出来水，刚开始是一滴一滴的，就是不是很多，一滴一滴的。然后呢，你再往下看哈，到第三节，哇，他就去量，他说哇，这个水到哪里了？到我的踝子骨，踝子骨是在这里，是不是？嘿，那个水不是一滴一滴从那个殿的跟那个门槛下，然后呢流到这里来，哎呦，再走，然后从踝子骨到哪里？到膝盖。哎，这样子还挺好玩的哈，这个可以在玩水，这里还可以玩一下水啊，还可以走在上面，然后再来呢，这个水涨到哪里？涨到腰了。哇，这里还可以走，要小心一点，不要被冲走啊，还可以在里面走，再走一走，走一走到哪里了？已经超过了，已经没办法走了，脚碰不到地了，我已经不能够走过去了，要在上面游了。哎，你想一下这个图像，在以西结看见的从这个殿里面流出来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经历神的圣灵，我们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历的就像那一点一点一滴一滴，哎，那是算不算？啊，算。你经历的那一丁点都算，它会慢慢的累积。如果你停在那里，就只有那一点一点没了。
所以不要说我信耶稣那一天就够了，哎，没有没有，我们要不断的来，你要怎么样满意，就是你每天来，每天喝，每天喝，它就会慢慢的越长越高，从你的踝子骨到你的膝盖到你的腰，漫过你全身。你知道漫过你全身那是最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当神的那个河流好漫过你全身的时候，你不再靠你自己的脚走路了，是谁带着你走？是圣灵的河水带着你走，这个是最丰富的，这是最高点，这是神要我们得着的，让圣灵的河流带着我们。所以我们有一首歌说，他若要我往左走，我就往哪里走？我就往左走。我要往他若往右走，我就往哪儿走？我们就往右走，因为不再是我自己的脚了，是圣灵的这个江河在带着我。这是以西结看到的意象。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七节，同样哦，跟这个创始启示录里面的很像。他说见到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然后在第八节那里说呢，他这个水呢要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就带下医治。然后第九节说到这河水所到之处，哦，你要看见很特别，这个水无论去到哪里，那里的动物都必生活 become alive， 有很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百物都必生活。啊，你再看十二节，十二节说在河的这边跟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样的树木，然后它的这个果实可以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也不断绝。好，然后他说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什么？你们在那？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医治。Amen。Amen。 无论是在创世纪里面的一道河分岔出来的四道河，无论是在创世纪里面的受到耶稣的宝座和神的宝座流出来的生命的活水，或者是在以西结的意象里面好滴出来的，然后越涨越高，越涨越高，这是神要我们经历的。从我们的腹中，就是神的宝座、神的居所、神的殿，要流出来活水的江河。 Amen。Amen。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邀请，他是那个源头，当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可以流出这个活水江河，而且他是不断不断不断加添的，就是 more， 然后 more and more and more。 Amen。 跟你旁边的人说，我要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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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所以你看哦，我们很多事情不要贪心，可是对神的事情，神有很多很多，你可以 more and more and more。 好，神给我们一个更深的邀请，神给我们更深的邀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我已经经历了，哇，那时候我已经觉得不得了了，我告诉你还有更多。 Amen。 你现在想象一下，你曾经哪一次经历了非常非常震撼的被圣灵充满也好，神迹奇事也好，有没有想到一个？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想到你自己经历的？然后拍拍你的胸口说，神还有更多，神还有更多，神在邀请，他还有更多要给我们。而且不但只是我们经历，当里面流出活水江河的时候，凡我们所到之处，当神的河流所到之处，都要带下生命，都要带下医治，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 Amen。Amen。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这个活水江河是什么，既然不是从里面流出水来，那这个是指什么？是指圣灵。我们来看三十九节，来回到约翰福音七章，我们一起再念一次三十九节，有吗？好，来，我们一起再念一次，来，请。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Amen。 好，你知道吗？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里面讲到圣灵和神的灵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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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如果都花时间去看的时候，你会非常的震撼，哇，原来神的灵这么的厉害，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出现了，到创造那个启示录最后一章它还在那里。所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它一直都在，在今天它也在我们当中。到底这个圣灵是指什么呢？不是只有一个感觉。有人说我比较理性，那是不是我就没办法经历圣灵？我比较理性，我祷告也很理性，我说话也很理性，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感觉到圣灵？ No， no， 因为圣灵呢，不是只有
感觉，去感觉。我们来看，很快的看一下，到底这个圣灵是指什么圣灵哦？我们知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这个 PPT 就没有了，因为这些经文是我昨天祷告的时候才想出来的，所以呢就没有想要让我们的 PPT 同工这个工作到半夜两点，好可怜哦，所以我昨天就没有发给他们哦。这你们自己可以翻开圣经或者听一听。你们记得罗马书第八章吗？非常 favorite 一段经文，对不对？好，他这里说赐生命圣灵的律。有没有说我们里面有两个律，有一个死的律，有一个律法的这个律，我没有办法胜过我想做的，我做不了，苦啊。可是这里说有另外一个律，让我胜过我的肉体的律，让我胜过这个我没有办法去遵守律法的那个律，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所以从我们里面流出来的活水的江河，这个圣灵还要帮助我们进到圣灵的律里面，让我们得着生命，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Amen， 好不好？好不好？脱离罪和死的律，跟你旁边的人说，脱离罪和死的律。Amen。然后呢，在这里也说，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要活着。所以，我们是靠着什么致死身体的恶行？靠着圣灵。 again 再回到这个里面来，里面流出的活水江河，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靠着这个圣灵的能力，我们以前脾气坏得不得了的，现在因为有活水的江河在我里面，我可以致死那个坏脾气，我可以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Amen。 哇，我以前说话就是要不要骂人，我以前说话就是要抱怨，哇，如今我每天来耶稣面前一直喝，在我里面流出活水江河的时候，圣灵帮助我致死了我这个说负面话语的这个恶言，我可以口说出祝福的话，可以说出积极正面的话。 Amen。 这样的圣灵真的很好耶。还有耶稣说圣灵是什么？是真理的圣灵。有了真理的圣灵，他会在凡事上指教我们，他会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真理的圣灵要来见证耶稣，换句话说，你每天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喝，然后里面有活水江河的时候，你翻开圣经的时候，哇，这个只有真牧师才懂的经文，突然间我也可以懂。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圣灵，我有真理的圣灵在我里面，我也可以看得懂。哇，不是只有周牧师才懂的这段经文，我也看得懂，我也会感动，我也会流泪，因为同样的圣灵在我里面。 Amen。 这个圣灵好的无比啊。而且呢，耶稣说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这么少，他可以说的话有限，这些人没有办法领受，可是他说圣灵要来，他要带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Amen。 所以你里面流出来的活水将来，这个圣灵还要带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让你活在真理里面，让你活出神的真理，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Amen。 啊，实在太棒了。来，罗马书八章还有说到，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呀，有谁帮助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然后加拉太书这里说到，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被圣灵引导，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哎呀，这个圣灵的果子好得不得了。你们记得那个圣灵的果子有哪些吗？有九个，背得出来吗？好，我们来把这个经文，哎，来想，我们翻起来看，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来喝他，然后我们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有这圣灵在里面，我们结出的果子有什么？有神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还有节制。节制难不难？有难呐、啊，真的有够难。可是告诉你，圣灵在我们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节制。 Amen。 我们就可以有忍耐，再暴躁的脾气我们都可以，因为在神面前吃喝他流出活水江河，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圣灵的江河在我们里面流出来，因为我们每天来吃他喝他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人会变成什么样？非常的美好，对不对？哇，不但只是小组，如果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或者说你家里的孩子、你的先生、你的太太，都是里面有圣灵的活水江河涌流的，真的好得无比。亲爱的，我告诉你，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不是一个
梦想而已，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你去看的话，圣经里面讲到好多圣灵要做的事情，他要赐给我们自由，他要帮助我们守着神的道，他要让我们合而为一，他要让我们的里面的属灵人刚强起来，他要让我们能够说预言，可以服侍，可以有先知的恩赐，可以有医病赶鬼的恩赐，可以有讲道的恩赐，可以有使徒的恩赐，可以有教导的恩赐，所有一切的恩赐都是圣灵凭着己意来分给人的。哇，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每天来到耶稣的面前，都每天来喝他的活水江河，我们里面流出活水江河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复兴。 Amen Amen。 你渴望吗？渴望吗？ Amen。 哇，真的是这个，我知道哈，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圣灵充满的聚会，我们会被吓到。有没有人被吓到过的？就是举个手一下。好，告诉你，圣经里面讲的圣灵好不好？好，过去看见的东西把它擦掉。把它擦掉。那个不管发生什么事，圣经讲的我要晒太好了，不能没有它。我们真的不能没有圣灵，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要因为我要走了，你们要欢喜。为什么？因为我去了，天父才会赐下圣灵来。圣灵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关键在哪里呢？我们要怎么样得着这个圣灵的活水江河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呢？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重点，关键在于来喝还有信。Amen。 好，这是说 你有谁渴了，你要来到我这里来喝，然后信我的人。所以来喝还有相信。 Amen。 诶，这个相信我们不要把它限制在啊，我决志信主那一天就好了。不要停在那里，你那天决志信主是一个开始而已。你每天读圣经说，哇，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万事互相效力，我信吗？我信。什么信呢？当疫情来到的时候，是不是仍然万事互相效力？阿们，我相信是。就像 Amazon 在这个疫情当中，哇，股票大涨，然后生意非常好。哦，神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教会在疫情当中增长。Amen。 叫教会在疫情当中被扩张。Amen。 所以这个就是信主之后你读到什么，还有读到什么，读到饶恕人要饶恕几次？70个7次。我的太太真笨呐，每天让我气得不得了，可是我还是要饶恕她，因为我相信神的话，我就去做。这个信心不是停留在知道而已，会停留在信心要有行为。还有呢，圣经，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爱那个圣经里面说什么？你要顺服丈夫。哇，顺服丈夫耶，你相信吗？把这个相信吗？哎，再问一下丈夫们，你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你相信吗？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信。我们来，我们喝，我们信，我们里面就会流出活水江河来。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不要在我们受洗之后就耶毕业了，我还是去赚钱，去度假，去玩了，耶稣回来了我就可以到天上去100分。诶，不是这样的，你错过了很多了。当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受洗的那一刻开始，你每天有很多神要给你的话，你去喝，你来到他面前，你喝了，你相信了，你里面会有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会带下丰盛，你可以自己经历丰盛，然后喷涌出来，让你可以影响周围的人，而且你可以身边有一个标杆，你可以直跑，而且你可以结实累累，让人尝到这个果实，让神来尝到这个果实，容神一人的生命，因为里面有圣灵的活水留在我们里面。 Amen Amen。 好不好，请问请敬拜团到台上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在给我们一个邀请，在祝棚节当中，大家都在庆祝，哇，过去是怎么样的荣耀神供应给我们，然后想到在将来神的活水要来到。今天就是那一天，也是今天，耶稣说，神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神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好不好，我们的敬拜团弹一些很轻的音乐的时候，我们来想一下，你渴了吗？
耶稣今天问你，人若渴了，你渴了吗？好不好，我们都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来面对神。神在问你，你渴了吗？不是说你信主了没，还是问你，你渴了吗？你渴了吗？你的工作是不是没有办法满足你？你的婚姻是不是没有办法满足你？你的人生是不是觉得在疫情当中被闷坏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渴了吗？你渴了吗？耶稣说来，来，耶稣说来。首先我想要先邀请我们当中特别是在直播里面，你信耶稣了吗？你如果还没有信耶稣，今天耶稣对你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无论你怎么看耶稣，你怎么看基督徒，这些都不重要。耶稣说，你渴了吗？你只要愿意来，来喝，来相信，从信耶稣那一个开始来经历里面涌流出来的活水江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还没信耶稣，鼓励你，邀请你，今天耶稣在对你说话，你渴了吗？他要给你的是丰盛的生命，他要给你的是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要赐给你圣灵。好不好，如果你愿意来接受耶稣，你跟我一起来祷告，我念一句，我请敬拜团来跟我念一句。亲爱的，亲爱的主耶稣，主耶稣，我今天，我今天来到你面前，来到你面前。主，我说我渴了，主，我说我渴了。这世界不能满足我，这世界不能满足我。的工作不能满足我，我的工作不能满足我。我的人际关系不能满足我，我的人际关系不能满足我。唯有你满足我，唯有你能满足我。我今天相信你，我今天相信你，我接受你，我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生命的主，好让我成为你的殿，好成为你的殿，我成为你的居所，我成为你的居所，让你圣灵的江河，让你圣灵的江河在我里面涌流出来，在我里面涌流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Amen。我第二个邀请是要邀请那些已经信主的人，你上一次来经历到神的圣灵，经历到神的充满，经历到神的能力是什么时候？神说你渴了吗？你渴了吗？你渴了吗？神看见，神看见你的心里的饥渴，他邀请你来，每天来，来喝，来相信，来跟随他。因为他要给你的不是一个枯干的生命，他要给你的不是一个仅仅得救的生命，他要给你的不是一个咬牙切齿的生命，他要给你的是丰盛的生命，是一个喷涌出来带下影响力的生命，是一个可以来往这标杆直跑的生命，是一个结实累累的生命。因为他要在你里面做王掌权，他要住在你的里面。你要每天来，来，来喝，来相信他，你里面要喷涌出活水的江河来。Amen。好吧，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来回应。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进前来，我们今天来谦卑的等候来领受，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在神的宝座前有这样的一道河，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来，主，我们来领受，谦卑等候领受。
主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着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自己，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主，我们要来欢庆，主啊，因为我们找到了这个活水的江河，我们找到了活水的江河，哈利路亚，主啊，是的，我们找到了活水的江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一起欢喜快乐的跳跃在神的面前 ，Amen， Amen。
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需要主你疗伤，作为一个跟随圣灵的教会，主你的宝座上立在这里，主从我们当中流出活水的教会，把你的活水从到处处都带下生命。所以今天大家回去要做什么？来喝，很相信。你们，我们请牧师来给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你把圣灵赐下来给我们。主，我们真的说我们需要你。主，我相信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很多人，主啊，已经走到了尽头。主啊，我们说我们需要你，在人际关系上面，主啊，我们说我们需要你。主啊，在我们面对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干渴的时候，我们需要你。主来帮助我们，里面能够活出、喷涌出这样活水的江河出来。主啊，是的，主啊，我们好像那个在祝棚节里面无法因为地上的食物而满足的人一样，说主啊，我们渴了。我们饿了，主来喂养我们，来喂养我们，我们急需的需要你，耶稣，我们谢谢你，来帮助我们，不在贫瘠之地，而走向丰盛之地。谢谢你，耶稣，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彼此祝福啊，愿圣灵从我们里面喷涌出来，哈利路亚。